脑残真不用理，没有一点自己的认知，看了点营销号以为自己全都懂完了，碰到这种真的下头。字都看不懂在这里发弹幕真的搞笑，一票就等于一个是吧？没看过别人投 MVP 啊，算了，真不能理，真没必要跟这些人解释啊。这锤石的勾法他不预判的，他这把游戏不可能再勾得到我一次啊，这也能勾得到我啊，什么东西？木热船长啊，极龙凤，有点事，我先走。早知道 AP 砍难了。谢谢周送的魔法书，谢谢周，感谢老板。哎，为什么现在礼物游戏里不显示了？你们看我游戏里有显示礼物吗？我怎么看不到啊？我来终结游戏。哈哈。闪现 A 一下死，有点猛啊。